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天文台話熱帶風暴彩虹逐漸增強並且靠近本港，中午之前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。旺角等地區清晨時分都未有落雨，但天文台話隨住彩虹逐漸靠近華南沿岸，同佢相關嘅雨帶開始影響本港，本港日間天氣將會轉壞，風勢顯著增強。天文台話喺中午之前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，海面會有湧浪，提醒市民應該遠離岸邊，停止水上活動。